走今天花100出头，可能带你们在巴士吃点不一样的。是什么呀？跟我走就知道了。假期来厦门旅游，连明星都来打卡的乌塘沙茶面，这样的闽南特色小吃，建议你们一定要来尝试一下。店里一只都要100多的小青龙，现在抖音人均小几十，就能吃上2碗豪华龙虾沙茶面，外加一份本地特色五香条。每只小青龙都是现捞现嘎，肉质紧实还鲜甜，再配上浓郁的沙茶汤底，真的很绝。每碗里还搭配了新鲜的鱿鱼小馆、海虾、沙茶面 CP 鸭血和豆腐。最近要来厦门玩，赶紧@你的旅游搭子一起囤上一份，花个小几十就能让你吃饱又吃好。